贼人，你想趁火打劫？是在下动作不妥，累得姑娘误会。我见姑娘衣衫单薄，睡于此处，恐你着凉，并无他意。并无他意，为何还鬼鬼祟祟？我方才已经解释过了，男女有别，还请姑娘自重。公子气度不凡，姑娘谬赞。若你愿意，我可以向朝廷举荐你。太子殿下，我想要的是你这个人，不是你家的官儿。我仁安乐就太子殿下，我俩共度一夜。太子殿下以他的宝物作为聘礼，我以30,000水师求取太子妃之位。太子殿下，多谢，一言九鼎，不可反悔。仁安乐，我何时答应你了？你答不答应不重要，重要的是已经人尽皆知了。狩猎宴那日，眼见那仁安乐一人一马，笑靥如花，直奔咱们太子殿下而来。我仁安乐是来当太子妃的。好，来来来，殿下，你说那日狩猎宴上都是有头有脸的人，是谁把这种事往外说了？里面可有个肆无忌惮的草莽英雄？你说的是仁安乐本尊？那他这么做是图什么呢？宣仁安乐。安乐战仁安乐，参见陛下。跪下跪下。敢这么盯着朕看的，你还是头一个。哎呦，见到陛下我才明白太子殿下是缘何荣冠中原的。太子殿下很英俊，但是小女也不赖啊。陛下，您觉得我跟太子殿下可还相配？